是什么让入室盗窃犯终成人妻？闹铃。以前有个母胎 solo 单身汉，每天勤恳种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有天他捡到一只巨大的田螺，看样子发财了，直接扛回家扔水缸里。第二天干完活回家，饭菜居然都卖好了，桌上还有热茶。这种情况连着好几天，他发现不对劲儿，有安全隐患，一定要及时发现，及时制止哦。为了弄清楚到底是谁做的，这天他提前干完活，嗷嗷往家里跑。偷摸一瞅，一个大姑娘从水缸里走出来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不可以拒绝哦。私闯民宅，我可以把你送到衙门哦。好吧，太巧了，然后就该恩恩爱爱，甜甜蜜蜜，幸福地度过一生啊。其实我那些饭菜都是做给自己吃的，每次都是刚要开动，收获就回来了。一袋叔远航计划系列金枪鱼罐头，油浸水浸，香辣时蔬，来自深海的美味节奏。我是鱼大叔，吃海的找叔。